那个是你昨天去参加国家杯的那个伴手礼啊？对呀、啊，你猜猜，你猜猜是糖还是饼？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一般是糖吧，有巧克力，有糖，应该是这样。旺仔牛奶糖是吗？哦，有可能。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哦，饼哦，哎，有名字的。哎，有名字，有它两个都有一个零，王者零零零啊。新娘子零，时间点与纪念。这个是白雪芽茶叶饼吗？茶饼吗？对啊，这个叫白茶送你。哎呦，这多少钱的？我想喝。这能放吗？可以啊，白茶降火。白茶降火，我都不知道白茶什么味儿啊。这里面还有没有惊喜？哎呦，这个糖没有。我很想，我以为有糖，我想吃。哦，它可能是有配蜜蜂袋，那个是蜜蜂袋。哇，有。要保存了，里面有蜜蜂袋，这也没拿它去签个名啊，就别提了。看吧，我叫我儿子拿那个，我说你拿着那个饼盒去那个国家队那一桌找那些高个子的哥哥签个名，但死活不肯去。他说我以后等着那些哥哥来找我签名。我说你想多了。我哪里好意思了？有啥不好意思？人家一圈的儿子去啊，人家一群大孩子，有啥关系？我说老女人去干嘛？是给阿姨签个名，阿姨崇拜你们。我也紧张了，姐姐，不是阿姨，是姐姐。阿姨，你就带着儿子去。我也紧张，还挺好看的。哎呀，早知道像小白说的，我以为一盒糖往小吃的糖补充点营养。它上面有写有封口袋，底部有封口袋，可以这样才能保存长长久久啊。那就跟普洱似的嘛。这个就是纪念的嘛，那就没事，我们改天请昨天那些小伙伴来把它喝了。可以可以，辛苦了昨天。可以，那我的拿来纪念，你的拿来喝。你的用来纪念，我的用来喝。9:56，一根不剩，收摊回家。今天太忙了，出摊就一直有顾客，忘记拍视频。